太不好过，犀牛水、防蚊液、杯泡面都要准备。话说魔鬼就在细节里，如何玩巴黎看我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是的，就是这里，全球的旷男有了艳遇，怨女有了邂逅，妾家 hotel 在巴黎，两人每天冲浪去。是的，今天艾尔文克要全面直击巴厘岛的海滩男孩如何慰藉来自西方东方不同诉求的寂寞芳心俱乐部。真爱会找麻烦，爱上巧克力色的 Beach Boy。 我要说感觉温柔缠绵意，恨不相逢必驾驶。大家好，我们是自由发挥，我是李博文，我是阿达。 Play Check it out。Yeah, come on. 自由发挥，来到巴厘岛，老大要我们到这里度假，他要我们找出很多新的玩法，要告诉大家该如何省钱吃得好。所以我们来到巴厘岛，没带什么钱，在这里只好自生自灭。Oh yeah！ 好，是的，我们现在位在巴厘岛的市中心点帕萨，在这点帕萨里面最大的公园就像是中央公园或者是大镇公园，就在我们身后。当初巴厘岛被荷兰统治350年，抗战胜利后盖的抗战纪念碑，看到没有？这几点的重点呢，就是要告诉你各国的人怎么玩巴厘岛。不仅台湾人爱来巴厘岛，东南亚人爱来巴厘岛，澳大利亚人更爱来巴厘岛。台湾听说呢，平均每一天都有1000多个人来，一年就365,000人。我连闰月都算进去了。我们不仅要告诉你大家怎么玩，还要告诉你当地人巴厘岛人怎么玩。好，自由发挥，来到巴厘岛，阳光、海滩。美女、比基尼、美食、美女，耶、走走！ Yeah！ 我爱夏天，有漂亮妹妹。夏天要来啦，你准备好了没？经过8个月的组织，我们终于要享受度假啦。这趟15天的旅程，我们渡海。爬火山，横跨400多公里，到了东爪哇。我敢挂保证，这趟印尼之旅绝对精彩，绝对好看。说得好，波恩哥挂保证好看，嘿嘿，我挂保证，我们玩得很爽。你很少在电视上看到巴厘岛式传统之美，有古代皇帝也爱的夏宫，我的独栋 villa， 有荷兰皇宫贵族独吃的奢华飨宴，也有 I love 巴厘。自由发挥来啦！出国呢，最重要的就是钱嘛。对啊，我要出国要买东西，但是呢，这个巴厘岛这个地方呢，大部分买东西还是用卢比。当地卢比，那么卢比这东西呢，是在台湾换好，还是来这里换好呢？答案是要来这里换。而且还不能一到机场就换，机场汇率比较低哦，大概差多少呢？我们出来的话，用美金来算，机场1美金大概只兑到7000到7500。哎呦，但是请看当地，我要交美币，9150，9150这个部分你也要看，因为它的汇率是浮动，哎，它每天都会变动，甚至它会说一天它变动一次，你刚换完它就变了。在巴厘岛换钱可是门小学问啊，他们汇率就像台股一样，一转眼怎么又变了？心脏不够勇的，带美金去换卢比、阿内凯、荷拉，用台币1块钱换，跟用美金换可是差70卢比，100块可就差了7000啊。I want to change. Yes. Commission. No commission. No commission. Yeah. 我要手续费。不错哦 ，OK， 那换个50块，哇，这个一个人可以换45,700,000，40,000,700,000，哇，感觉大爷，一瞬间就拿了40,000,000在手上。他会给你一张这个收据，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汇率有任何问题，找人过来打。开个小玩笑，在巴厘岛换钱，认清楚，有这张印尼央行收。
授权认证的兑换所，不用绕人来。根据网友的惨痛经验，因为印尼盾比额大，一次换钱就是换大笔大笔的钞票，黑店就趁你转头开包包时抽掉十几张十万，佣金啊，爱注意哦。不晓得这边的钱长什么样子。哇塞，有到十万。This is the biggest money. Yeah. OK. 最大的面额就是十万。八万二。那最小币值若是 ？100. 100. 100. What can 100 buy? 100. 啊，几把各位都没钱能卖，传说是真的。有时候今天去外面买东西，他没有办法找钱的时候，他直接给你糖果。因为我们在这边东南亚的国家，很多时候我们出去玩都要付小费，小费通常是1万美金，一块美金的话就大概等于这个10000块。可有些人在抽钱的时候，10000、10万这样看是不是？很容易，一下就赢坏。不过这边教大家简单的认人方法嘛，10000呢一个人头，100000呢有2个人头。给10000块的小费的时候，程度大概是这样。Thank you。然后如果给10万块小费的时候，程度是这样。这么慌张，我们的钱换好了，可以出发了吧？不行，老大说要帮观众做好功课。除了换钱，体验一个国家最棒的地方就是超市。我们去超市逛逛，什么非买不可？一下飞机你就要直冲这的玻璃仔。那个，你带我们来这里，不带我们去沙滩阳光比基尼，来这里要买什么东西啊？这边的话呢，这边一般观客都会过来买东西，什么呢？驱蚊治的，太重要。驱蚊啊，好 OK。还有那个犀牛水啊，犀牛水不会是那种，你知道，就是身体虚弱的时候喝了之后就会像鼻子一样，那是老虎油，啊、老虎油，老虎油。犀牛水干嘛？保育类动物。水的话呢，就是喝凉排热那个，就像我们喝椰子水自然排凉。是犀牛，犀牛是哪里做的？犀牛啊，是印尼的。印尼的犀牛做的。所以我们是3只犀牛来做。犀牛水可以喝。Yes, you can. 陌生的国度，逛他的超市，绝对是认识这个地方的第一步。一直锁定节目的观众，我要说你有福啦！题目不间断出现，锁定节目到最后一刻 ，Hito 好礼要送你啦 ！Top Four 必买商品，七楼钱。这个东西为什么你说它很棒？大家来这边都买，真的很多人买。那就讲这个最好，这个又最辣。这个是最辣的，不是这个不是最辣哦，辣一点点，这个更红一点哦，这个更辣、这个不是，这个不是最辣，这个七楼墙，七楼那么高，没有从七楼掉下来一样的。鸡肉酱是什么东西？鸡肉酱，这个 extra 特辣的，吃看看有多辣，先吃比较不辣的，好吃啊！早餐店的台湾早餐店要买这个东西啊，有点微酸的，有点，因为它有一种海鲜的鲜味，然后可能又有一点加一点柠檬在里面。小虾没来，应该是辣的。被你看到了。而且还是太夸张了。这不错，这要买，这多少钱？3920。3900？等一下。对啊，这才十几块而已，十块出头而已，十五块而已。这十几块，我们就算买个100只回去，也不过才1000多块。有没有买？我们买。没有。好，这里，叮当，东雄哥。没问题。这辣椒酱的味道酸酸辣辣，完全就是东南亚风味，吃了一口真的还会想沾一口，果然是超市大哥大力推荐，气化的妈煮水饺沾着吃，都转圈圈大喊吼吼美啊。 Top 4辣椒酱入手， Top 3必买就是这个。你说我们来这边一定要买，是因为很多游客来印尼特别来买泡面，这个香蕉，这个咖喱，咖喱口味，这个好吃，对，台湾好吃，比较少咖喱面，台湾人买这个。除了咖喱最受欢迎之外，还有什么？这个一样啊，这个鸡肉，这个是鸡肉，哇，这原味了，原味。那所以这边有水可以泡面吗？有啊，有要蒸吗？泡面泡好了，有可以泡吗？有，这么真的假的？这服务太周到了，你泡好了，泡这么快？
哦，浓浓的咖喱味啊，真正咖喱味啊！哇，印尼的泡面就叫做帕米。东南亚人吃泡面花招可多嘞，这里起码有30种让你选择。跟台湾不一样的是，这边小小杯假卡不假霸，按时啊发到腰骨夹尾夹起来哇，嘟嘟佛。One week, two week, one week, two week。清新爽口，我很好奇为什么它这么不油啊？对啊，这个要加点辣椒哎，我们的辣椒来加。它是融入这文化了，这基本上就是，是不是变香多了？汤一定变得好喝，应该就有一点那种什么样？哔哔，重的是好吃，重的是。三哥哥，光是面那个味道就已经出来了，好吃，是不是？他们再加多点，我忘记咖喱，有点吃咖喱。哦，它有一点柠檬味，这么好吃的泡面到底要卖多少？我现在一五，低点低点，一零零，高点高点，3500，低点低点，3300，低点低点，2870。8750，答对，恭喜正确。以我达少爷长达25年研究泡面的角度，我给这个泡面4/4颗星。通常泡面吃到第三口都有种腻口感，这个泡米完全不会。价格便宜，一碗不到10块，我们在巴厘岛晚上都靠这个塞牙缝啦。蚊子，真的假的？真的。你看有没有困扰到？蚊子很多哎，困扰我的不是蚊子，是你。我这个，我以后不用再怕有蚊子了，因为我们就是要来买当地最厉害的保温。这3种有什么不同口味？怎么会有这个 family， 然后这个 soft and junior， junior 这是我们的。junior 是小孩子用的 ，family 是一家人用的。那 soft 的我们都可以用。啊，我看到对面有芦荟啊，啊，这是防蚊液。而且它的异状的感觉比较多，就是它比较不会那么 cream， 嗯，就有些是比较 cream 的，它比较不好推开，那这个就是比较上去异状的。价钱7450，7450，不到1美金，对，不到1美金，哦，超便宜的，20几块这样，不到1美金，一瓶这样子才不到1美金，然后却有最佳的防蚊效果，刚无胸骨节团帅。台湾带过去的防蚊液对巴厘岛的蚊啊，敢那扑蚊赶快。当地人推荐东南亚的蚊子拢啊惊，当然你讲不行哦。我们有活体的实验达效牙，切掉这款的防蚊液料，确实减少了70%的蚊虫叮咬，荣登必买 top 2。你家呢，居然不用24块，这么多是迄个居家在外旅行必备上列主用冷熊爷性品吗？阿爸，你们觉得超市真的很恐怖？竟然在卖犀牛角，那犀牛水是不是就从犀牛角变来的？我跟你讲啊，杀了一只犀牛，除了有角，当然有水啦。哎，超市卖犀牛角，那不过犀牛角如果这种前端这样磨成粉的话，应该也可以割吧？应该是一种中药材吧？是吗？不然的话，如果不行的话，至少可以把一些这个枇杷啦，一些这个放在这边再降降火。不管了，我想直接问一下。大哥，哎，我们想要找那个犀牛水啊。哦哟，这个有啊。真的是犀牛啊！就有一个澳洲人，他用《阿甘正传》作为主题，开了一间专门吃虾子的餐厅。听说红色牌子一翻开就会发生一些恐怖的事，真的假的？你不要骗我，就这样随便。找那个犀牛水啊！哦哟，这个有啊！真的是犀牛啦！这是犀牛做的。对对，好冷冻，里面有那这个可以。那这里面到底有没有犀牛？这个没有啊。没有吗？那为什么要有一只犀牛？不知道，品牌就是有一个犀牛哦，这是品牌的哦，对，所以它的犀牛水是因为瓶身上面有犀牛哦，所以这个是降火的解暑解暑。哎，这闻起来到底什么味道？看。你就不要闻一下，完蛋，我失去味觉了，好恶心。
镜头都是口水的味道啊。哪有味道？你哥给我，导演你闻看看，你帮他打口水味。对不对？不是你口水味，我要重新开一罐。骗人就是水啦，不是汽油水，不是矿泉水，这里面有成分吗？老大边看边骂了，犀牛水里面没犀牛，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老婆饼里面也没有老婆啊。导游说犀牛水的主要成分是提炼当地草药做成，东南亚太阳太大容易中暑，植物又多以重口味为主，喝下这个消暑降火气，而且当地人有轻微感冒也都喝这个哦。这也是犀牛哦，这很多犀牛。这个有，天哪，草莓，这是草莓，草莓口味犀牛水，青苹果口味。我喝一个草莓好了。哎，我以为是红色，但是这厉害，它没有色素。倒出来。别闹了吧，有看到吗？哎，连续不停的透明的东西，犀牛水是透明的，太奇怪了吧？就这样。比方说我们喉咙痛啊，还是大便不方便啊，还是嘴破洞之类，都可以喝这些降火气。看这瓶罐，你怎么看？你有点醉。多少钱一瓶？来来，水先小罐的犀牛水，来，3500，1300，3250，3270，3275，恭喜答对，3275折合台币就是10块钱。天哪，这个价格啊 ，Top One 的价格还是10块有找，这间超市怎么像是39元商店？太好买了吧！买完逛完，功课做好，我们要享受啦！前往外国观光客最多的地方库塔，正听说有一家店很虾，而且卖的还是阿甘的虾，这虾到底有多虾？My mother always say.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 You'll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 Do you like shrimp? I like Coke. I like table tennis. I like running. Do you like running? Yes, you. 停改啊，轻松比丁狗啊。Hey, my name's Forrest. Forrest Gump. What's your name?Forrest Gump， 阿甘正传。这个故事你一定不陌生，而这家店就是引用电影中阿甘在越战时和他的黑人朋友巴布的约定，一起合资捕虾。虽然巴布最后在越战中丧生，阿甘仍完成他们的共同梦想，买了捕虾船，专职捕虾，还开了捕虾公司，就叫做 Number Gump。我们现在呢位在巴厘岛的库塔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外国人哦，所以呢就有一个澳洲人，他用阿甘正传作为主题开了一间专门吃虾子的餐厅，然后这家餐厅呢听说有非常多好玩的设施，到光是这个我就觉得很炫。这个是要干嘛？这是菜单，但其实它是个桌球拍。它的菜单呢非常的别具巧思，因为阿甘在电影里面非常会打桌球，可以，所以他就把他的菜单变成桌球拍啦。然后呢更厉害的是这个，开始跑步的时候啊，他小时候他那个女生的小时候女朋友不是叫 run first run， 然后就跑步了。但是最恐怖的不是这个哦，这只是隐藏的牌子，它后面有块红色，听说红色牌子一翻开就会发生一些恐怖的事。真的假的？你不要骗我，就这样随便。Yes, sir. Can I help you? What are you doing? Yeah, because you flip the side of the red one, that's when you ready to order on the surface. Oh, yeah. So if I get back? Okay, you can run, you can run. Back, run, first,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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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 Hello. Okay. 然后这边的菜单很恐怖，一系列是虾。And 虾 ，And 虾，虾 ，Oh, this is cool. Shrimpers heaven. Yes, shrimpers heaven. 虾子们的天堂。Yeah. Now order shrimpers heaven. Okay, we have special drinks. Start from drink that one. The margarita, more special. Order margarita. Yeah, yeah. Okay. If you order margarita, we will sing and dance. Ready? Yeah. 崽子
间店里面，完全可以满足一个店迷的幻想。眼睛看的有，嘴巴吃的也有，居然还有可以边吃边玩，融入电影的情节当中。而且店员都超亲切、超配合的，完全不扭捏的大方表演。你如果来到巴厘岛，就对着他们大喊 ：“Run, Forest, Run!”Forest Stop， 这个餐厅很特别的，就是呢，我们其实有发现它旁边有卖一个 shop， 它有个 shop， 直接是纪念品，很可爱哦。还有 Run Forest Run， 还有很多其他的周边产品。其实这就是店里面的那个名言了嘛。Run Forest Run， 还有 Mama Say I'm Special， 还什么，他已经把他这个阿甘变成一个品牌了。嗯，然后把电影里面的名言呢，都放在这些商品上面。之前穿出去多炫 ！My mama says I'm special。我妈也都跟我这样讲，你知道吗？我妈说我瘦下可能会很像赵又廷。就是 I'm special。我们去看看外面好不好？外面吗？外面有好多那种装饰艺术。哇，哎，你看到了吧？刚刚那个是阿甘小时候复刻版的，完全就是长得一模模一样样。他的这个两只脚的固定器绑在上面绑的，好不好？然后小时候的部分在这里，还有一些电影的剧照。然后你看这边，这个也很厉害。他要仿也仿得太像了吧？我根本就觉得这原本就这套啊，是不是他真的穿过啊？我必须再重复强调一次，这整间店的拟真程度已经达到了90.1314%。主角穿过的衣服，电影中时而说出的至理名言，还有电视不断连播的《阿甘正传》。就连阿甘穿着跑遍全美国的那双鞋，都可以在这间店一次看到。身为电影迷的你，是不是心痒痒的想来这里朝圣了，对吧？玛格丽塔，玛格丽塔，哦，太多人了吧？哎，哇，玛格丽塔，玛格丽塔，我是，Put your hands up，Put your hands up，So。Are you ready? I surrender.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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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一杯玛格丽特，比吃健达出奇蛋还满足，还惊喜啊！不是一个人唱，是一群人围着你唱，比 3D 环绕音响更震撼。这有点巴厘岛式，又有点改良过的歌，只有在这杯点杯玛格丽特才有的独家享受哦。Yeah, package. Thank you. This is one package. This is small one. Yeah. 哇，它小盘的就这么大盘了。It is around 55 inch. 一份小，一份小的这么多啊！两种口味各25。这个，而且看起来口味是非常的好，有辣的，有不辣的。我们先吃不辣的。有蒜，它蒜味的强烈，已经到处吃了之后，不好意思跟别人讲话，那么重，加一点柠檬吃看看，啊，柠檬香，虽然一口吃还一口柠檬，很爽，我们点的这份 Shrimper Snack Catch。捕虾人的捕虾王，用精致小巧的啤酒桶装着，有酸味跟纽奥良卡浆口味，用啤酒大火烹煮，上菜时店员会将虾倒出在各自的餐巾纸上，一格一格，就像捕虾王，让你觉得自己好像捕了很多虾，超有创意。我的汤哦，用羊骨的，就看先咬走，先咬走。
够烫，够烫，够烫，够烫！呜呜呜！哦，怎么样？怎么样？香！哦，好肥哦！对不对？哦，这用烤的，其实烤的熟度能烤得像里外，我不受不了，我想要吃炸。咦，它的虾蛮实在，你知道有些那个日式料理的天妇罗，然后就是他把虾整个打扁，对，然后这个虾是全虾整只，就没有扁掉一根。哦，老板这好吃，其实我最期待是这一颗哎，切一颗看，还有玉米。哎、欸，是哎、欸，是哎、欸，它是那种很像可乐饼那种，哦，真的会饱哎，对，好香哦，哇，好扎实哦 ，Shrimp's Heaven， 店长说这是必点菜首选呐、啊，因为这道菜就是代表了阿甘虾餐厅的所有特色，一个金属架子上有四种不同口味的虾，烤虾、玉米虾球、炸虾、天妇罗、酸辣虾，一道菜就把这几种口味的虾一次尝遍，一次尝遍。I have some question about Forrest Gump。哦，现在是吃到一半要问答题了，又来了，时间到了。Where was Forrest Gump hometown？ Greenville。Shoes. No, what for his mama call for the shoes? Okay. Skinny. I need help.真的很好玩呢，吃饭吃到一半呢、啊，他会跑过来问你，就是有关《阿甘正传》的问题。那基本上他的问题呢是很简单的问题，而且就算你不会，旁边也会有智囊团，你可以求救。这家餐厅还好、啊，东西补充没有。小鼻子小眼睛哎，你这家店真的不错啦，它可是全世界都有的连锁店，但价格就有点不是这么亲近人，但是度假嘛，玩得开心就好，你说是不是？说是不是？是不是？不是，是我觉得还好。嘿，走啦，去游泳了啦，我需要泡水退火气，需要泡水退火气，要泡水退火气，泡水退火气，水退火气，退火气，火气气。巴厘岛不来海边被人家笑啊，怎么会不来海边呢、啊、来巴厘岛就是要度假享受阳光沙滩，我们现在就到了，附送一下最棒的度假胜地 5S 有打 S C C 海 Service 服务要好 Sunset 一定要有日落的美景 Sunrise 当然也要有日出的美景啦、啊、在欲望的方面也要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我们现在来到巴厘岛相当著名的 Kuta Beach 库塔海滩。对啦啦，这边呢，当然你看到哇，绵延不尽的海岸线，我们现在看不到多远，这边的白沙哇，好几公里啊，这不晓得有多长。这次来呢，来到 Kuta Beach 呢，重点是有一样行业一定要特别介绍一下，叫做 Beach Boy。你知道很多人去，像例如说台湾嘛，对不对？我们去蜜月湾跟乌石港去冲浪 ，yes， 有一群人是冲浪，当然另外一群人是去看冲浪，因为冲浪的人通常身材较好，而且他们不会有过大的肌肉，因为通常冲浪者不会练出六块腹肌，而是很均匀的身材，尤其是在腰部这个地方，还有在这边会隆起一块特殊的肌肉，那就是冲浪者的标志，而那些就是吸引女生的 symbol。有没有一个夜晚你这样想过，厌倦在都市长久累积的焦躁不安，所以你选择逃避？不，这不是逃避，容我鸡婆的帮你下个注解，是飞翔，飞向那片茫茫大海，找寻芳心不小心遗漏的那一角。 Oh yeah baby， 我期待那么久的沙滩阳光比基尼辣妹 Kuta
巴厘岛最 ghetto 的海滩，想看海散心、玩沙、冲浪，来这就对了。还有，重点是盘场夏日恋曲热辣辣哦，热辣辣哦。My name Aloy. What's your name? Aloy. Aloy. Porn. Are you a beach boy? Yeah, I'm a beach boy. Beach boy? Yeah. What's the important thing to do? Beach boy. Real beach boy. Skin. Yeah. Skin. Skin. Oh, 皮肤一定要黑的。黑的 long hair. Long hair. 要长发。Long hair. 一定要 long hair. Yeah. And muscle. 精灵。Yeah. 我们的摄影师也是 long hair. 你上衣脱掉就一模一样了。No muscle. I don't have muscle. Okay. Okay. 我们 little runny. 好像有点不健康。Yeah, runny. 而且我告诉你，冲浪人的这个肌肉就是很明显。你看，有没有？这边就是这样练出来的。你看这屁股很翘。小哥姐 ，Come, come here. That's his body. Yes, yes. 对，你摸看看翘不翘屁股。哇！我的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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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板印象总觉得到海滩男生眼睛可以大吃冰淇淋来哭他，我们的女性观众们敞开心胸吧，到了这边就让 Beach Boy 尽情逗你开心吧。嘿，这段可不是只让女性观众大饱眼福，男性朋友们快快拿出你的笔记本，找不到女朋友吗？常被发好人卡吗？ Beach Boy 发妹教学首度大公开。Don't have a girlfriend. Yeah. Can you teach me how to hunt girls? Say hello and then ask her about something. Can you choose a girl look like more easy? This one? I think this one. Yeah. And then you look many people here. Yeah. Just take two people. But why you not? 这么多人都在冲浪，你为什么不想试试看？ Why you not? Why you not? Why you not? You beautiful. You first time I meet the girl. Just like that. And then she's laughing. And then I try to talk.Can you dinner with me? Oh, 直接约晚餐 Can you dinner with me? Okay, we have a lonely girl. Very lonely, very, very lonely. Young and sexy. Okay, try to laugh her laughing, okay? Okay, okay. 回去当你要冷尽量 Okay. It's too hot. Tell me. Hey, hello. How are you? How, what's your name? Annabella. Sorry? 这就要举到什么地步Already laughing. 他笑了，他还是有笑的，还是有笑的。笑出来是第一步，哎，赶快抄下来，讲个三言两语就让女生觉得好笑啦。下一步，问他，哎 ，Do you wanna serve me？ 肢体接触 ，body touching， 嘿嘿，高招。再下一步玩累了，哎 ，Would you wanna have some dinner with me？ 天哪，高手。专业的爱玩客就是要入境随俗，到了巴厘岛我就要变身成 Beach Boy。 I want you to see you talk to the girl and I will take this to her body get some massage. That girl okay? Pink lady. Good? Yeah, yeah. By myself. 我像冲了啦，是这个感觉。How are you? My name is Ada. Hello. What's your name? Luciani. You know?I'm a beach boy. Are you? 他怀疑我。Are you? Yes, yes. Can I massage you? Why massage me? Like, put sunscreen on me. Yep. Yes, you can. Yeah. Ah, man. 我觉得老师教很好耶。啊。对。身为一位专业爱玩客，这是我第一次帮女生出方在意。我打啦！你没给我吃铁牛运动闪压机，我还是成功啦。但我手不自觉的抖，你觉得这样对吗？会不会让这个辣妹觉得我手无缚鸡之力？妈，运动山肯定夹过来啦！你把肚夹掉啦！这辣妹啦 ！You want heavy or? I like heavy. I like okay. Okay. This car is so easy. Can you? Yeah.Okay, go. Yeah, okay, okay, okay. Y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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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p. Your skin is very beautiful. Do you speak Indonesian? Yeah, I teach your body song, okay? Apa kabar? Terima kasih.
沙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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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sing together. I'm shy. You are shy, okay? Okay. See, I have to leave now. I have to leave now. Thank you. Thank you. So, I can't. That's okay. It's okay? Thank you so much. No worries. 谢谢谢谢，小心要掉下来了。其实我觉得当一个专业的 beach ball 不难嘛，我说实在，这把脸皮打得跟水皮墙一样厚，谁还不 OK 啊？第一步成果验收，抹防晒油成功。虽然要他跟我唱歌，还是被拒绝了。哎，好的开始还是成功的一半。哎，文哥嘞？哇，看到海又玩疯了，万里成果验收了啦！到底台湾把妹第一把交椅李国恩哥怎么把到妹？让我们继续看下去。为什么没自信？你知道吗？突破了啦！哎，破很大吗？你破很破多大？他是全破，全破从哪里破？哎，不行的，内裤露出来！你看不看我内裤吗？没有，全破。我现在从另外一个 Beach Boy 手上，我光明正大的代表台湾跟 Beach Boy 抗衡，他是 Beach Boy， 我是 B Boy。爸，宝贝，哎，裤内裤都露出来了，对，又露出来了，反正没办法，我方向倒立的，我方向没有算对哦，方向倒立的。我先沾一点沙，好让他觉得我在这边混很久。OK，Excuse me， my name is Born， come from Taiwan， come from Taiwan， where come from？ From Russia。And as you see, I'm very dirty. Yeah. And I want to go to sea and wash my body. Do you want to go to swim with me? Swim? Come from Taiwan. Where you come from? From Russia. Oh, Russia. 巴西来的。Okay. How many days you've been here? 12 days. 12 days? Yeah. This is our second day. And as you see, I'm very dirty.Yeah. I want to go to sea and wash my body. Do you want to go to swim with me? Swim with you? Yeah. Okay. Yeah! Thank you! May I ask your name? Maria. Maria? Yeah. Maria, Maria. Yeah. My angel Maria. Today I don't feel like doing anything.I don't know yourself. You don't know yourself? No. Yeah, that's okay. Well, Maria, yeah. We want to go to swimming. Swimming? I have to teach you a Chinese. Chinese? Yeah. Yeah, okay. 我爱你。我爱你。Thank you. That means 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Thank you. Bye. 我在说嘛，情场小情小爱，我打我娘那就学了。想不到第十句话他跟我帅我，哎哎，以后这秘籍嘘别说，十亿会不行传啊。没想到伯恩哥一招釜底抽薪，三言两语就让他说出我爱你，果然是情场中的老手。看到伯恩哥没有，他不放过任何一丝一毫的机会对他的肢体做接触。一，光是游泳邀请他就先牵到手。二，到了水里一定要扶着他的腰，浪来往上抱。现在他回来。What kind of food you like? Russian food. Russian food. Russian food is soup. You like soup? Yeah. I like soup too. Yeah. Okay, I can buy a soup for you. We can go to have a dinner together. Together? Yes, and your friend, but not my friend. I don't like him. I don't like him. He's so fat and ugly. Yeah. Bye. We're going to eat dinner. Thank you.你的秘籍我来公开，伯恩他是用裤子破了去逗人家笑啦。下次来海边记得先把裤子给刮破，不是啊，记得让女孩子笑，第一步就成功了。破裤子。Sunset, they fin you finish your serving. Will you go out to have dinner or something? Yeah. Called my friend. We're going out together. Yeah. Oh, really? Yeah. Every night you get party. 他可以一起有 party。说实在，对于如果说几个女孩子。这样来巴厘岛玩很有吸引力。How many girlfriend you have? Many girlfriend. Many girlfriend. Come on, just tell us. Come on. Yeah. The first from Norway. Norway? Yeah,
Hungary, and then Sweden, and then I have Australia. 哇，澳洲。哎，要当个专业的 Beach Boy 不简单呢。我跟你讲，真的啦，这根本不知道聊什么，而且你要是意图太明显，他一定马上赶你走啊。哎 ，How do you think, Ada and me, who is the winner? 首先讲，首先讲。Okay, okay. You are the judges, okay? Okay. You are say the winners. I think Sam.Beach Boy， 黝黑的肤色，精壮的身材，他们善用温柔的眼睛，低沉的语气，吸引寂寞的你，让你沉浸在沐浴在阳光中的幸福微醺时刻。但是 ，No money, no honey， 很难解释这其中的爱恨纠葛。或许别想那么多，跟着感觉走就对了。Beach Boy 的磨练，如你所见，我喜欢的女孩又被 Beach Boy 拔走了。果然啊，我们也没有做专业的啊。不过我发现，当完 Beach Boy 有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是什么？我肚子饿了。啊，这也对 ，Beach Boy 身上一定有种我们没有的特质，他们吃的东西才能造就他们强健的体魄。所以，给你哥，到底 Beach Boy 去完海滩玩都吃什么东西补充体力呢？补充就是吃牛肉丸呢、啊。牛肉丸，牛肉长肌肉。我认识几个字，阿达，你知道这个吗？沙币，沙币，还有什么？牛肉，哦，沙币就是牛肉了。那上面这最头大字，马肉，马肉，肉燥，马肉沙币，就牛肉丸。所以这家有卖牛肉，而牛肉丸是 Beach Boy 最爱吃的。虾米 ，Beach Boy 的最爱。冲着这句话，老板来给我个十碗。说实话，在海边冲浪冲个一下午，还真的饿了。AD 哥说，这 Basso 牛肉丸，道地的印尼式平民小吃，这口味台湾人一定爱。哦，Basso Sabi， Basso Sabi， Basso Sabi， 哎，料很丰富哎，很明显的这应该就是牛肉丸，然后有豆腐，豆腐。这是什么？炸的馄饨，炸馄饨。馄饨，欸，真的里面有包肉，所以这里面包的是什么肉？牛肉，也是牛肉。沙饼，这是什么？苦瓜吗？丝瓜，米饭，米饭，米饭要放一颗在里面，用叶子去包来煮的饭。这样吃起来竟然有叶子的香气。是，先来喝一口这个汤，我们看看牛肉丸汤如何。哎呦喂呀，没掰呢。欸，很好吃哎！哎呦，很屌，很好吃哎，很屌，很屌！这里面有一些很类似油葱的东西，小虾米爆香，对吧？它的炸的葱头，葱头其实会有台湾很喜欢的那种口味。哎，可我觉得丸子有分哎，这个比较白的白的是鸡肉丸哦，所以是牛肉丸加鸡肉丸，味道不太一样。牛肉丸它的牛肉味道比较浓一点，这个牛肉丸是掺在一起做撒尿牛丸了不是？喝口汤，很好味，很好味，东西啊，好好肥啊，好正耶，真正台湾人的介意哦。就是这个油葱的虾米味，配上几粒牛肉丸、鸡肉丸。最特别的是，这个像贵的米饭，巴厘岛也是以米食为主，但他们的饭几乎都是做成像米贵的样子，包着叶子蒸煮，像没有配料的粽子，配上几片的菜瓜，还有重点炸馄饨，加上浓郁的高汤，吃完一碗真的不够啊。这算是平民的，很平民的小吃。对，很平民、很普通的小吃。可是我听说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我一直不相信。听说奥巴马吃过牛肉丸，因为美国总统在印尼住过、念过四年小学了。他喜欢吃的就是牛肉丸啦、炒饭啦、烤肉穿沙爹啦，他很喜欢吃。这很棒哦，因为你看我们在吃肉，对不对？有汤有饭，因为一般在台湾是不会把饭加到汤里面，除非是稀饭，淀粉、蛋白质。哦，哎，其实这碗还蛮丰富的。这碗大概多少钱？猜一下。开卢币了，卢币。开卢币啊，我觉得大概要25,000。不用，一碗1万块，30台币就够了。一碗一万而已啊！我们刚刚那么多东西，那一碗才10,000块，是30台币，30有牛肉丸、鸡肉丸、饭、炸馄饨、豆腐，还有冬粉跟汤。夏天来了，旅行的季节，血液里面有一个不安分的因子在流窜。
他催促我快点背上背包，但是口袋空空，没带什么钱，只有两串脚。如果你也跟我一样，或许你该到巴厘岛看看，那里便宜。我帮你把功课做足，但是旅途中才能体会的那些每分每秒都在变化，这你要自己来细细的品尝。我相信你的跟我的一定不一样，我等着等着等着你的分享。Watch out, baby, 自由放我的巴厘岛。Watch out, baby, 你要是没事吧？下次可以准备正常一点，你们这次其实小到没有办法上台了呢。